齐大队长开始转攻百米了，一开始的冲刺，不过看起来也还好嘛。这速度倒也不是特别快。我没看错吧？这就是咱们齐大队长的实力，26秒过50米，这成绩在我们媒体可是垫底的呀。谁说他在游100米？据记者。 错觉吗？我怎么感觉他每过100米游的就更快了一点？他不会真打算用这个速度游完1500米吧？这根本是怪物。 生我气了吧？怎么样啊，师傅？今天有什么工作要交代给我呀？你爱干嘛就干嘛，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不是，师傅，您还在因为唐一白的事情跟我生气啊？我生气了吗？我就是单纯的不想跟你讲话。 哎，你们俩干什么？云朵，还不赶紧出去采访去！今天有采访吗？废话，南体大呀！我跟你讲啊，你们昨天那条新闻啊，唐一白曾经在4年前战胜过欧阳锋，一经上网之后，点击量再创新高，破50万了，你明白吧？真的？这么多人看啊！啊！哎，我跟你们讲啊，刘总特别交代，这个星期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锁定这条新闻的后续。 赶紧的！哎，小伙子不错啊，幸亏你找到那条线，加油！谢谢曹老师。嘿，怎么了，云朵？这是好事啊，南体大是你负责的地盘。
这条新闻交给你了，你负责到底。孙老师呢，出去采访点别的，你们加油啊！你笑什么笑？你还笑得出来？你别说我没警告你啊！我今天特别讨厌你，你别跟我笑，别跟我说话，最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哎，这怎么可能啊，师傅？我是你的助理，不出现在你面前我是矿工了。喂，那我跟在你后面总可以了吧？ 你别看我笑啊！哎，师傅，师傅，师傅，坐我的车去采访吧。这是你的车？嗯，还是你借的呀？这个看起来可不便宜啊。错了，这车啊，好看又不贵，价格很美丽。<笑>哎，师傅，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 走了，师傅。哇，这一大早上来了这么多人，还不都是你害的？不知道唐一白现在怎么样了，到现在连一个信息都没回。 唐一白，请问关于昨天有媒体指出你曾经在亚洲精英培训队的选拔赛中赢过欧阳恒，后来却又被禁赛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请你说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了好了，让一让，我们今天不接受任何采访啊。好，好，好，让一让，谢谢啊，谢谢，让一让。 怎么回事？齐瑞峰他用这速度游多久了？我，快说呀！刚游过2500米，但是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2500米？你们怎么不阻止他呀？齐瑞峰！ 你给我过来！感觉像在热身。热身，热身，热身。刚热完身是不是？好啊，你就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再给我游5000米。行啊，5000就5000，小意思。
王一白，等他游完了以后，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我知道了。天哪，队长，齐飞峰简直就是怪物嘛！全力冲刺完2500米，竟然还有力气继续游下去。更可怕的是，他们教练把这5000米说得跟玩似的。表给我。谁让你停了呀？拒车。我说过，合训期间禁止比赛。可是你呢？昨天跟欧阳恒单挑，今天要冲刺2500米，这么喜欢游泳是不是啊？那好吧，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不许踏进游泳馆一步。这怎么行？梦想杯马上开赛了，我不参加游怎么可以？你会在乎吗？我当然在乎啊。你要真的在乎，就不会做这么荒唐的事情。我苦心训练你，是要你参加比赛的，不是要你跟别人争面子的。都什么时候了，疼疼疼，还有一个月就要比赛了啊！你肩膀要是受伤了怎么办？你知不知道啊？你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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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疼疼疼疼疼疼，疼什么疼啊你？电话响了。先接电话，接完电话再继续教训。好，好，教练。明天林业，给我抓住他。啊！你们。喂，你好。对不起啊，我比你更怕疼。是啊，冯哥，个人造孽，个人担，千万别牵扯无辜啊。切。好，我知道了。唐一白，吴教练，你们留下来，其他人先出去吧。哎，不是，一白，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儿，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说。哎，你这个笨蛋，看腿都软了吧？那逞什么能啊？谁腿软了？我只是刚吃香蕉吃太撑了。你可算了吧，要不要我背你啊？谁要你背啊？明天，过来。我，不是怎么也应该是郑明业吧？回宿舍。哎，等等，我怎么觉得刚刚好像不太对劲啊？放下来，走。一白，刚刚有媒体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梦想杯的主办方要调查你的事情，而且有可能要撤销你的比赛资格。袁教练，你们刚刚说什么？你们不都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们为什么撤销一白的参赛资格？现在到底怎么回事？一白，网络上充斥着对你不利的传言，说你会影响梦想杯的形象，甚至还有传言说主办方单位会取消你的比赛资格。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一白？为什么要撤销一白的参赛资格？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听到传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他们联系，他们也回复了，说他们没说过这件事情。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正式声明还没发出，所以还有些人抓着这件事不放。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也不为一白做任何解释或者抗议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待，等待主办方发表正式声明。我明白了，你就说什么也不做，那主办方如果不发表任何声明怎么办？
难道要让一白顶着这默许有的罪名被人误会吗？齐瑞峰，你冷静一点。可是日有谣言继续这么散布下去的话，南宝主办方不会为了保护形象还改变立场啊？明天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好不好？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明天说的没错，如果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事情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先发制人，现在就开发布会，告诉所有人一白是清白的。 如果他们撤销一白的参赛资格，可以，那我们南体大全部退赛，我看他们怎么办。事情没有你想那么简单，现在舆论都在唐一白的对立面。如果我们现在牵绝妄动的话，只会让事情更加严重。我作为你们的教练，我不能因为唐一白一个人，牺牲了全队的未来。那唐一白的未来怎么办？如果现在用这种借口不让他参赛的话，那是不是以后都用这种借口不让他参赛了？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现实，那岂不是毁了唐一白的未来？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出去！怎么跟我没有关系了？他是我兄弟，是我队员。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说过了，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你快出去！秦风，行了，袁总教练说的没错，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影响了全队的其他队员。这事儿就让教练他们处理吧。 你先回去吧，去吧去吧去。明天林烨，你们看住他。哎，徐峰，你去哪儿？我告诉你们，你们别跟着我，不然我跟你们翻脸。那可不行，袁教练叫我们俩盯着你。 峰哥，你冷静一点。是啊，峰哥，你冷静一点。我们都知道你担心一白哥，可你这么冲动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不如交给教练他们解决。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行，我不为难你们。我问你，你们身上有多少钱？拿出来。快呀！不是，多少？先接你们。 回头再还你。哎，峰哥，你去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搞的？教练不是说了让你们把他看好吗？怎么又让他跑了？云朵，您的新闻稿好了没有？人家等着呢。快好了，你再给我15分钟时间。哎，新闻稿写好了之后呢，你先发给我审阅一下啊，还有你今天那个素材，马上归档，明白没？嗯。你好。欧了。 需要帮忙？不需要。真不需要？要不这样吧，你啊就安心写你的新闻稿，我来帮你过袋子，怎么样？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你别来烦我。乖乖，你心情怎么那么不好？我没有心情不好啊，我就是比较忙而已。知道，原来是因为唐一白的事情生我的气。你想太多了。 云朵，放下手上所有的事情，跟我去趟南体大。怎么了，宋老师？怎么了？大事儿！我听说啊，唐一白可能要被取消梦想杯的参赛资格了。为什么？我哪知道为什么？所以需要我们去调查核实一下啊。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是专业记者，现在人家主办单位没有发布任何声明之前。 在我们没有拿到任何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可以乱写的，听见没？待会儿林子，你跟我一组，我们去找他们的教练，我们讨要官方说法。好。你专门负责联络到唐一白本人啊。我找唐一白。啊。可是。可是什么呀，云朵啊？
你这条线是别的记者完全没有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你行的，努力。平时让你跟他们搞好关系，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加油！齐瑞峰，你来这儿做什么啊？我是来找你的。找我？没错，我是专门来送独家采访给你的。哇，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多记者？你们还不知道吧？听说唐一白要被撤销梦想杯参赛资格了。撤销了？这消息从哪听的？网上现在都讨论这事。哎，你们自己看吧。齐瑞峰你好，非常高兴你能够来到我们情控网。请问你究竟会给我们网什么样的爆炸性新闻呢？等一下，我今天来是找云朵的，不是你。有性格。齐瑞峰，孙老师他是前辈，他很专业的，他来采访你。第一，我不需要你们提任何问题，我是来发声明的。第二，云朵，你给我听好了，接下来我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你们必须完整播出。不准像对一白一样断章取义，这样你明白了吗？哎呀，没问题。我明白的意思了，开始吧。哎，请。好，开始。我是南体大男子泳队队长齐瑞峰，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如果梦想杯的主办单位因为舆论压力，用莫须有的罪名撤销唐一白的参赛资格，我将与唐一白共进退，拒绝参加梦想杯，以示抗议。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们赶紧发到网上去吧。等一下，齐瑞峰，你是认真的？在我的人生里，没有比现在更认真的时候。我要说的就是一句话：梦想杯没有唐一白，就没有我齐瑞峰。行了，赶紧发上我吧。现在不能发，在消息未经证实之前，我们不能随便发。不是吧？当初你们追着我要独家新闻，现在独家新闻送上门来，你们却不要。一白，唐一白，云朵，不管刚刚齐瑞峰跟你说了什么，你都别理他。这个你也别在网上发，云朵。你要把我和一白当朋友的话，听我的，马上发。他说什么，你千万都不能发。我们发新闻是有原则的，不是谁让发就发，谁让不发就不发。我们赶紧发，齐瑞峰，我不需要你这样做，你这根本就不是帮我。云朵，今天这采访，你就当没发生过。对不起。走啊！你可真行啊！为了一个不确定的传言，你就无视自己的前途了？你拒绝出赛来抗议吗？这什么兄弟啊！我问你两肋插刀，你却在背后捅我两刀。唐一白有什么错呀？你以为你这么做，主办方就会想？齐瑞峰，哦，他也拒绝出赛来抗议了，这可不行啊！他多重要，他多了不起啊！我们必须要为了齐瑞峰召开国际记者会，发表正式声明，澄清唐一白绝无此事。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到底有没有长脑子呀？我身为南体大泳队队长，我得保护自己的兄弟。可教练您呢？身为我们的总教练。队员在外面受了冤枉，你连吭都不吭一声，这算什么总教练？齐瑞峰，快去道歉，说你不是这样想的。我心里就这么想的，我要怎么道歉？你干嘛？你
怎么能对袁教练说那样的话？你知不知道袁教练为一白做了些什么？你凭什么说袁教练没有资格当我们的总教练？还是我来说吧。在这件事还没有闹大之前，我们在商业界的一个好朋友欧阳记，第一时间特地跑过来跟我们说这件事的严重性。欧阳记，不就是欧阳恒他爸吗？是啊，没错，他也是我和你们袁总教练的前辈，在这个圈子里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他说的话我们相当重视。包括四年前一白你被禁赛的时候，他为了澄清你的清白还帮了不少的忙，是不是？所以这次专门找他过来谈这件事，也是想听听他的建议。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对一白的运动生涯非常不利。我想眼前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在主办单位还没有公布这事之前，一白你先主动退赛，这样一来一白就不用考虑澄清自己，去公布尿检弄得满城风雨，同时还保住了自己的尊严。我不会退赛，我要继续比。坐下。一白，我知道这么做你一时难以接受，可是这样做都是为了你的将来。等风波平息之后再想其他办法。不行，我不会让一白这么做的。如果梦想杯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正面形象而牺牲了唐一白的话，我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他们要撤销唐一白的比赛资格，那我就辞去我的总教练职务，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表达最严重的抗议。润梅啊，你这又是何苦呢？难道你忘记了四年前为了证明一白的清白，你宁可牺牲加入亚洲精英培训队教练团的殊荣？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现在你依旧为了这个孩子赌上自己这么多年打下来的荣誉，这样值得吗？你刚刚说什么？袁总教练四年前为了我怎么了？要不是四年前润梅力挺你，有哪一所体育大学愿意征收一个被禁赛的运动员？为了保你，润梅当年不知扛下了多少压力，甚至因此还放弃了亚洲精英教练员的职务。袁总教练，你……我四年前相信的，现在依然相信。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让一白退赛的。我是他的教练，如果连我都不相信他，我不能保护他的梦想，我还有什么资格继续站在这里？这些年来，我忍受着所有人对我的偏见，可就算再艰难，我都告诉自己我要坚持下去，为的就是站上梦想杯这个舞台。袁总教练，他为了要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为了让我们每一个队员都能够成功地站上梦想杯这个舞台，他宁愿牺牲自己的未来。可齐瑞芳，你现在干嘛呢？你是拿我最重视的东西当成筹码？你怎么可以说你为了我可以退赛？为了我，你更应该要游下去，更应该要赢，不是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放弃要跟你一起拿下冠军的梦想。只要我没放弃，你就不能放弃。对不起。你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我。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接受采访啊，请你们回去吧，请大家回去吧。穆教练，让我自己面对吧。据我们了解，孟想被主办单位决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受到四年前竞赛风波的影响，您是否会主动退赛，以平息舆论？我对引起的这些风波感到抱歉，但我不会为了坚持梦想而道歉。 被禁赛的这四年让我明白，人如果失去了梦想，就不算是活着。所以，我回来了。我明白，我没有权利去阻止大众对我的偏见，更没有资格去改变大家对我的怀疑。但相同的，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回到泳池。 继续追求我的梦想，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会放弃参加梦想杯的，是吗？是，我不会放弃参加梦想杯。就算每一场比赛前都要对我进行药检，我还是会参赛到底。因为我坚持的梦想，不是廉价的东西。那如果梦想杯坚持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呢？ 我愿意以我的运动生涯替唐一白担保。看欧阳恒，欧阳恒怎么了？唐一白是我一路走来唯一认可的对手，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违反运动员的精神，也相信梦想杯主办方会针对这次事情给出公平公正的决定。 不会冤枉，甚至剥夺一位选手的位置。希望各位媒体民众不要相信谣言。你是不是疯了？竟然公开拿自己的声誉去给唐一白做担保啊！ 如果今天唐一白退赛的话，你是不是连运动员都不想做了？啊！你给我好好解释清楚。如果我这辈子不能在游泳场上彻底击败唐一白，即使有一天我站在了世界的巅峰上，我也会觉得没意思的。所以你不要再散播谣言了，更不要劝他退赛了。你就这么看重他？看重他的不是我，是你。 是你一心认定他是唯一可以让我输的人，所以你才会不择手段想让他退赛。可是你想过我的心情吗？从我懂事开始，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你实现你的梦想，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强的勇者。 所以，即使是训练再艰苦、再痛苦，我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为的就是想让你为我感到骄傲。可是你呢？你却和小桑尼一样，目光一直盯着唐一白，一心认定他比我强。你知道我有多不甘心吗？小恒，其实爸爸我就是为了重新赢回你们的目光，说什么我也会在你们面前彻底击败唐一白。 这一次，我一定会证明，没有人能将我击败，我就是最强的。你们必须为我感到骄傲。小恒，小恒，唐一白是我一路走来。哟呵，这家伙居然敢学我！ 是我先说帮一白退赛的，什么时候轮到他说帅了？让你学我，一白的事关你屁事，关你屁事，我才是一白的兄弟，我才跟他更军队。我给你签个名。哎哎，你别这样！哎，什么事？哎，好了，希望各位没事，民众不要相信谣言。
今天下午呢，梦想杯的主办单位展开了记者招待会，专门针对一白事件发表了正式声明。他们声明上说了什么？最近有关撤销一白竞赛的事情，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呢，就是要确保每一位选手能够在公平公正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实力，所以请大家不要听信这些谣言。那就是说一白可以继续参加比赛了？当然了，一白，恭喜你。但是主办方基于比赛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有过竞赛记录的选手，除了要进行常规的药检以外，必须要接受几个特殊项目的检测。这还叫公平？这根本就是针对我们一白的条款。没关系，对我而言，这样反而更好，不会有人再怀疑我了。一白，你能这么想，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好了，你们都散吧。哎，去。段亮，齐瑞峰有话跟你说。去。找我什么事儿啊？教练，对不起，我错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那些气话，你打我两下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该打。别打脸就行。你现在教练，我有这么大的，干嘛打我屁股呀？闹的就是你，看你以后敢不敢这么说了。哦，我教练打不打？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知道错就好。对不起。唐一白从今天开始不会做媒体采访。武教练，我今天不是来采访的，我是听说梦想杯已经做出声明了，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给唐一白加油的。哦，原来你是来给唐一白加油的，那我更不能让进去找他了。原本你是他的朋友，所以明知道你是记者，给你方便。没想到你们晴空网却出这样的消息，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毁了唐一白的运动生涯，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他的朋友？吴教练，我知道这事您不会谅解的，但是我真的不用再解释了。我相信通过这件事的教训，唐一白也知道，永远别跟记者当朋友。好了，你可以走了。要不我让保安过来跟你聊聊。拜拜。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胳膊伸直，胳膊伸直。好。哎，换一个姿势。行。哎。啊。你们学校的校花又来看你训练了。Hello。看你看，你主要是对你有意思啊。走开，让我来。来换个手。小林，你等我一下。哦，能不能认真做训练呀？这热身没做好，等下受伤怎么办？知道知道，你没看到我在很认真的热身吗？
小绿，啊，过来一下。哦，你去跟那边无关人员说一声，我们正做训练呢，赶紧让他们离开。好嘞，队长。等一下，佳阳，他只是来看我们训练，又没有影响我们，你为什么把他赶走？对呀，他们的存在只会让我们更加强大。就是。你说什么？我说有这些漂亮妹子看我们训练，我们的士气就更加高涨，是吧？鬼才信你们说的话呢！小绿，赶紧让他们离开。好嘞。向阳，你越来越像袁世泰了，一点女人味也没有，只有女生来给我们加油，没有男生给你们加油。说谁没有女人味呢？你这样叫有女人味吗？哦，啊，疼疼疼疼疼！我跟你说，我懒得理你，我跑步去了。切，什么神经啊？切。臭戚瑞峰，说我没有女人味儿，哎，你都不把我当女生看，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女人味儿啊？气死我了！It's beautiful. Wait.